Barry, my hero. No, you are our king. Oh, come on. 科技 CEO 介绍彼此不是称兄道弟，一句 hero， 一句 king， 展现好交情。粉丝们也抓紧机会拍照，毕竟这可是和三兆男最近的距离。人口一句 Jensen， 五号晚宴这天。人口一句 Jensen， 五号晚宴这天，大批粉丝们簇拥，甚至连交警都出动管秩序，还有人拍到手机都不见了。旋风也被路透社报道，直呼宛如流行巨星。而台湾有些人还称，以前有林书豪、林 Sanity、林来疯，现在有 Jen Sanity、人来疯，高人气横扫全台湾。跟他合作过的，包含供应商啊、客户啊，因为对他的印象都很好，再加上他个人的魅力，还有行销的方法。非常的恰当，在科技圈和一般民众眼里都有好评价。29号洲际食铺宴请张忠谋的大咖时，美食家胡天蓝在其他桌，两人原本没交集，但后来黄仁勋主动搭话，就因为看到桌上这瓶台湾味。意境人很大方，然后很活泼，很热情，好像你会觉得只要他在你身边的话，好像感觉那个气氛想要不热络都蛮难的。而黄仁勋6月2号在台大体育馆演讲，现场送签名显卡。有网友说，抽中的男大生在网络上发文竞标，目前到36万。另一张截图也有出价买主回应：“你的35是万哦，要不起，小的先退下。”校方说卖显卡很可惜，但尊重学生做法也成为另类插曲。TVBS 新闻网站张慧仙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